主任，我觉得这里的交通设计的不合理。这是跟基建和保卫已经商量过好多次之后，最后决定把它重新恢复成单行线的。如果是咱们的话，可能会按照提示走单行线绕这一圈。一般的车辆跟普通的患者可能也会绕圈，但是你想，如果车上是急症的患者呢，他们会有时间和耐心这样一圈绕下来吗？ 对于心源性猝死的患者，或者是大出血的患者，这一圈绕下来，可能就是生死之隔了。车上如果是急症的患者，包括咱们的救护车，从大门进来，一定想尽快的就到达急诊了。有道理，老罗，把这口子打开，我来跟你打招呼。好的。 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？没有，他就是头磕着了。 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滑倒，磕麻豆芽子上了。头晕吗？不晕，就是疼。会有想吐的感觉吗？没有。没事啊，伤口不大，等会儿帮你包扎一下就好了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去做个 CT。 啊，好的。哦，好。 医生，我这不会摔成脑震荡了吧？不会的，你确定你现在没有头晕、恶心、想吐的迹象？没有。从 CT 来看，颅内没有明显的损伤，还有出血，就是外伤，过2天痊愈就好了。啊，谢谢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医院里的味儿闻着难受。可以，明天记得来换药。哎，不行，我跟你说，必须住院。 医生，在哪儿交住院费？他不需要住院，他就是小伤，过2天就好了。那伤在头上能叫小伤？要是感染了怎么办？要是脑子里出血怎么办？你们不是有那个 ECU 吗？据说价格还不便宜，我们先住2天观察观察。就是啊，我们不在乎钱，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我们都懂的。我们这儿确实有 ECU， 至于收费，也是按照物价局核定的价格来收的。哎呀，多少钱我们都给，都住。对，我刚刚也说了。 患者这种情况呢，不需要住 ECU， 而且我们 ECU 里面都是重病患，对患者的恢复也不好。爸妈 ，ECU 是重病的人住的，我才不住。你懂什么？这头上的伤马虎不得，医生不都检查过了吗？就是个小外伤。你就听你爸的吧，咱们住在医院有啥情况呀，都好办。哎，行了，多住院，就这么定了这个事儿。你去安排一间那个 ECU， 要单人间啊。我们 ECU 现在床位确实比较紧张。 你就是这么服务的？实在是不好意思 ，ECU 是用来监护极危重症患者的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住 ECU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叫肖燕是吧？我现在我就投诉你，区卫健委管不管得了您？市卫健委管不管得了您？就不信了？投诉他？没事，我来处理。你别着急啊，这个这位家属哈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这儿的主任，我叫陆平安。你来的正好。 你们这名肖医生简直不把病人的安危放在心上，马马虎虎敷衍了事，医风医德很有问题。我这郑准备向市卫健委反映这个问题呢。哎，别着急，你们就是想让患者在 ECU 多观察2天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可以，这个事儿就交给我，我来安排，好吧？这孩子的健康最重要，是吧？哎，这边请啊，这就是我们的 ECU 啊。 这个 ICU 你们都听说过哈？啊，知道啊。这个 ECU 呢和传统的 ICU 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，啊 ，ICU 基本上呢收治的都是一些从抢救室出来的，啊，需要很多器材维持的重症患者，哦，啊，所以它一定是全封闭式的。那 ECU 呢也就是急诊的 ICU 啊，它基本上收治的都是非手术类的重症患者，它就兼顾了这个急诊抢救室、重症监护科、急诊监护室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作用。 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半开放式的，啊，看起来环境也不错，还行。哎，赶紧处理一下，小心窒息。爸妈，这地方要住你们住，反正我不住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医生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儿子。 主任，那床的病人一天吐好几回，您是故意带他们去的吧？
我觉得急诊科是人性暴露最彻底的地方，以后你就会发现这儿什么样的人都会有，所以有的时候处理问题不一定非得硬碰硬，换个角度迂回作战。您真是为咱们急诊操碎了心。你知道 EICU 成立特别不容易，所以我想别说什么岔子就好了。我多跟您学习。患者一多，分诊台的压力真的很大。主任，我觉得咱们不能这样布局，应该把普通的急诊和危重抢救的患者分流开。你们就这么大地方，患者又多，怎么分呢？普通的急诊是由分诊科分类，再分到各个诊室。但是有些危重抢救的患者，他们等不起这个程序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找一个专门的人，直接把他们指派到抢救室，由主治医生进行抢救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肖医生说的有道理。这样，你制定的流程规范院里面还没有印发下来，啊，等下来之后就按照你的执行，好吧？我现在说的是，我觉得有些患者他们等不起。小燕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是这里不是战地医院，更不是战场。我认为，急诊科就是战场，每多一道程序，多耽误一分钟，就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主任，我觉得要不我们先试试肖医生说的这个分流的方式，也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进行改善。帮你啊，拜拜。患者是一次大学生，篮球比赛中突发昏迷，救护车上监测，心率168，血压72/41。稳住，左拐，抢救室二床，准备移床，一、二、三。血压、心率。血压72/41，心率168。接着静脉通道，用药把血压给我拉住。啊，血糖多少？血5.2。可以排除低血糖了，也不像神经系统问题。心电图不？是上素了，推三磷酸腺苷吧。等一下，无效在电负里。从120开始复苏到现在多久了？1个多小时。不对啊，是上素引发的昏迷，折腾这么长时间早就醒了。血氧多少？在吸氧的状态下，血氧饱和度是85%。室上素不会对呼吸有这么大的影响，血氧这么低也不太对。我去看看有没有哮喘病史或者有没有感冒这种。等一下，你先给他查体，我去联系一下患者家属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病史。好。刚才查体发现呼吸消失，本想送去做 CT， 但又怕中毒风险高，送 ESU 观察了，安排了个床旁胸片。不好了，血氧的饱和度掉到68%了。
去看看。这么着急去看患者呀？就没考虑过一无心弱？哎，可怜啦，一个大学生，运动健将，眼瞅着就要被治废了。胸片显示没有气胸，右肺片状阴影。没了。右肺完全不工作了，准备气管镜。好。一颗口香糖，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咱们就是把简单的事儿复杂化了。不对呀，唐晃那丫头我了解啊，她一女汉子粗枝大叶的，这么精细的事儿她怎么会想到呢？之前唐医生问过我患者的情况，不过我看他也搞不清楚事情的缘由。肖燕，啊，一定是肖燕找出了病因。完了完了，咱们被羞辱了。咱们被羞辱了。那个口香糖是什么牌子的？我管它什么牌子，不都一样吗？那你管是糖化还是消炎呢？血压和心跳都已经稳定了，等手术室安排好了就帮你进行手术。他要是觉得渴，拿棉签蘸点水擦一下嘴唇。肖医生，那个大学生出院了。哎，可惜了，他能再多躺几天就好。本来就是异物吸入，取出就没事了，不用留院的。不过瘾呢，他要是能在这儿，就提醒那些自大狂，这儿还刻着他们的耻辱。你这思想啊就有问题。肖医生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一下子就能判定他是异物吸入。如果你们有空去体育场的垃圾桶里看看有多少口香糖纸的话，你们也能知道。对呀，嚼着口香糖打个篮球，那多帅呀！这个白叔不是自生聪明绝顶吗？这回傻了吧？你们呀，如果只关注病情还有指标的话，肯定想象不到。如果试着关注患者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简单了。肖医生，还是你厉害。去吧去吧，就你会说。你整理完了之后，明天拿给我就可以了。哎，行，好的，主任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主任。哎，你怎么现在才走啊？你不是白班吗？有个患者刚下手术，我就耽误了。你怎么也没走啊？院里不是印发了香艳起草的规范流程吗？我学习了一下。主任，我今天帮着肖医生打了个圆场。我是好意，你没生气吧？什么话，我怎么能为这事生气呢？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再说了，院长一直在强调活到老学到老。肖医生吧，说话是冲了点，可是我想着他是从国外回来的，那人情世故的表达方式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。说实话，我今天真的没有因为肖燕当众顶了我几句嘴，我觉得脸上挂不住。他对这块有想法，而且又有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，我觉得是件好事情。我把他的流程规范仔细地看了一下，你别说，写的还真不错。哎呀，看完之后，我这心里面倒觉得有点别扭了。肖医生是院长聘的，我觉得他不一定会留得久的。哦，我不是因为这个别扭。他即便在这儿常待，凭他的眼光和能力，人家瞧不上咱们这儿的小位置。我是为我自己别扭呢。我这一想，到这院里面已经20多年了，现在在业务能力上咱也没有什么大的前途可以奔了，我就想着，能把咱急诊还有 ERCU 管理好，顺顺利利的不出什么事儿，我心里面就踏实。有你这个有耐心又细心还有责任心的主任在，出不了什么事儿的。好了好了，这。哎，这么晚了，要不咱们俩找个地方对付一顿吧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家里我得赶紧回。哦，对对对，你们家保姆走了，哎，那你赶紧回去照顾仙云去吧。哎，嗯，你也别对付，
喝口热的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走了。哎，拜拜。好好好。哎，老白，吃烧烤去吧，有一家烤腰子不错。我不去。你要回去自己做饭吗？叫你那家小谁一起来不完了吗？我给他打电话。哎，你别给他打电话啊，跟你学坏了。怎么了？嫌烧烤俗啊？那吃西餐也行。就你那品味啊，中餐烧烤，西餐汉堡，你自己去吧。就你有品味，被人灭了一道不爽了吧？有什么呀？上次刘脑的事儿你不胜了一局，这次输了不过一笔打平而已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装，接着装。行了，你赶紧去吃吧，我走了。你信不信他肯定回家打游戏泄愤去？又无锡人，快带去。作业写完了吗？不是，就是让你去急诊科嘛，至于吗？抄袭，还有你给我记住了，下次考试你要是再考不好的话，小心我收拾你。爸，嗯，我觉得这只是在考验你，你千万别难过，早晚会让你回新来的。开庭。哪只眼睛看到我难过了？行了，快去学习去。患者八岁，已经失去意识，血压70/40，患有尿毒症。医生，孩子一直在做透析。你们是患者家属？是我他爸。我是他姑姑。患者家属，外面等一下。考虑是肾性脑病导致的昏迷，做个血常规还有生化吧。失颤，准备除颤。好的。知道，我们明明肯定没事儿的。等你好了啊，姑姑带你去游乐场啊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患者情况恶化了，要转去 EICU 做个透析，给他安排一个血透析。爸爸，我不想透析。小朋友，你的病要做透析才能好啊，而且爸爸之前说过。你之前做过透析，对不对？阿姨相信你可以勇敢的，好吗？医生阿姨，我不怕疼，做透析要花好多钱，住那个病房也要花好多钱，我不想再让爸爸花钱了。
声阿姨的话，我都信。爸爸有钱，只要能让明明的病治好，爸爸有的是钱。爸爸，乖。三号床的那个烧伤病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哦，伤口愈合的还不错，徐医生已经减少了药量。嗯，一定要多留心他的这个体温啊，因为这段时间是属于术后的感染高发期。嗯。分泌啥的，那儿没人跟你急，别在这儿跟我添乱了就。急诊干什么的？急诊就好比是高手对决，生死立判。你进了抢救室，面对的不是患者，是死神。你得在死神伸手前判断出他出手的方向，拦住他，救下患者。在这儿你要看得比鹰眼，跑得比狗快，最重要的是头脑冷静，思维敏捷。患者垂死，家属跳脚，谁慌你都不能慌。患者没抖，你先抖上了，别人怎么信任你？不，你烦不烦？还有完没完啊？这家伙刚主任查房就问他一句病情，就一前臂心梗，你直接回答不完了吗？我们陈博士愣是从病情分析出了七种可能性，这好，等你一一验证完，患者坟头草都半米高了。徐老师说的对，我是应该好好学习。有什么好学的呀？啊，看看你们陆主任的水平，还有徐医生。哦对，还有那个肖医生，急诊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就是混日子的地方。混个十几二十年，什么副主任医师、主任医师，没问题。呸！给我们一口。哎，你能不能注意点卫生？用你自己杯子喝。替我好好教育教育。白老师，您看我在哪些方面还是需要学习的？没有啊，非常完美。能把一个流行性的脑脊髓膜炎诊断成一个普通腹泻，那您以后水平和陆主任差不多啊。听我一句劝啊。别想太多，好好混日子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你也别话不上死不休啊！现在你也急诊科的啊，别狠起来连自己都砍。现实就是这样啊，你要是觉得别人说话不好听，那只能说明一点，自己的能力不够。能力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。行啊。这下我带的兵啊！徐老师，我去测血糖了。等等，以后有什么问题不要找我们，去找护士长，他是这个急诊见过病患的和经历过抢救最多的人。你还是个博士，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就是缺乏一些实践。记住了啊，
嘴甜一点，多叫几声姐，她什么都会教你的。白老师，谢谢您。难得啊，百年难得一遇，不想蒙是否讨人厌？你说你和人正常接触有这么可怕吗？不可怕，就是累啊，尤其跟你在一块儿更累。你以为我不累啊？我天天看你装，我都替你累。这组微泵整夜维持。好的。医生，没啥事儿吧？他的状况不是很好，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，我们当地的医生也说，说孩子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孩子他妈呀，走得早，我又忙。明明五六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家里干活，洗衣服、做饭，什么都学。我们邻居都说，就没见过这么懂事的孩子。注意一下生命体征，有异常叫我。好。谢谢医生。哎，医生，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让你缝针去吗？我们等老板来缴费呢，我们俩身上都没带钱。哦，医生，我还是感觉有点难受。难受？啊，你怎么了？哪儿疼吗？不疼，我就觉得，我也说不好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有点不舒服。他肯定是被吓着了，没啥事。啊，那你这样，你先坐会儿，等会儿缝完针，看你有什么不舒服，你再跟我说。回去呢，多休息，侧卧啊。怎么了？被车撞了，帮你检查一下吧，往后靠。现在什么感觉？我也说不好。车祸以后，短则几个小时，长则一周，都是观察期。你有什么症状，你要说出来。谢谢你，医生，我也是。他真没啥事儿，这磕碰碰的小伤在我们工地上见多了，这个医生都给看过了，估计是吓的。我再帮你做个检查吧。这个不用查了吧？他刚刚都查过了，这真没啥事儿。你又不是患者，你怎么能替患者做决定呢？但是这个事我知道啊，他出车祸的时候我就在一边，就那货车往后倒，没看着他，就刮了一下。你看这挺吓人的，没啥事儿。是不是老张？啊！别等等。颅内出血的情况很有可能急转直下，必须立刻安排检查。开通绿色通道。多亏你在啊，也多亏半天没给他缝针，这药早都放回去了。没耽误病情就好。嗯。我听说因为门口动线的事儿，陆妈在院长那儿有点挂不住了。你也别多想啊 ，ESU 是新开设的，和各部门的磨合都需要时间。陆妈也不容易。我明白。我以前呢，总是会同时抢救好几个重伤员，紧张惯了，改不了缺人的毛病。刚车祸患者 CT 结果出来了，颅内大量出血，患者出现意识障碍，准备开颅。你要自己手术啊？来不及了。小燕，谢谢你救了我的病人。
颅内压显示正常，血凝块已排出，准备闭合。 怎么，听你排除了一个被你遗忘的潜在风险，就成你偶像了？怎么，听说了？这用听说吗？整个 ESAO 第一次开通绿色通道，谁都知道，阴阳怪气的。不过说真的，萧燕医者仁心。你这么给人戴高帽子，人知道吗？那个患者开始都检查完了，他又主动过来问了几句。 才发现耳道内渗血，陪他来的那个工头开始拦着不让检查，后来都慌了。熟人二话没说，开通了绿色通道。那也就是我没在，你在又怎么样？你在也不一定发现得了啊。萧燕算是让我明白，有时候所谓急诊啊，不一定是流着血带着伤推到你面前，要真的关心每一个病患，才会发现危重症。不吃了。 听你说话恶心，吃不下。把你的格局打开点儿，承认别人好对你没坏处啊。肖医生，这是于明明的病历和配型资料，当地医院送过来的。哎呦，这个于明明也太可怜了，他那么乖，怎么能得这种病呢？那个于建国也挺惨的。 明明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只剩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。那个于建国呢，就靠在菜市场卖菜，好不容易把孩子养活大。谁能想到还能得这种病啊？于建国为了给孩子治病，把房子都卖了，真是祸不单行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我也是听说的。 怎么，有问题吗？这于建国没有按时给明明做透析，也没有做肾脏移植的配型检查。不会吧？肾脏移植直系亲属之间配型成功可能性才最大。病历上这么写的。会不会病内有误呀？你想，于建国自己不做配型，也不带明明来做透析，就在等别人的肾源，这也太奇怪了。他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吧。这。 再喝一口，我饱了，爸爸喝一口。这是姑姑专门给明明熬的，爸爸不喝啊。爸爸，以后不要让姑姑专门为我煮粥了，爸爸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明明在治病，再说了，这个粥有营养，啊，来，尝尝。爸爸照顾我也很累，也需要营养。 明明听话啊！爸爸不喝，我就不喝。嗯，那好。明明喝这个，爸爸喝那个，好不好？来着，慢点熬，别烫着。哎呀，一起喝。嗯。 医生阿姨找爸爸有事儿，你把粥喝了啊。我们呢翻看了明明的病历，发现你没有按时给他做透析。都怪我没本事啊。 透析太贵了，而且一周要做三次。有的时候我看明明没那么难受，我就说，就少做一次半次的没什么影响。怎么会影响不大呢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透析的次数不够，毒素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，它就会堆积在身体的各脏器里，对其他脏器造成损伤。那要是马上给他做移植手术，是不是就会好起来啊？
已经来不及了。明明身体的多脏器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，他现在的身体做不了移植。来不及了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当地医生都说了，说只要给他找到合适的配型，他就能好起来啊。小医生，我辛辛苦苦的攒钱，我到你们这儿来就是为了做移植手术，你怎么会说来不及呢？小医生，你骗我的是吧？你就是骗我的。你早干嘛去了？当初是你自己不去做配型，现在已经晚了。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。哎，什么人啊？怎么没喝呀？等你一起。啊，好，爸爸和你一起。爸爸。哎。医生阿姨跟你说什么了？医生阿姨说，让爸爸照顾好明明。您是哪儿不舒服？啊，姑娘，你说什么？您哪儿不舒服？哦，我有点发烧。您到对面量一下体温。护士，坐哪儿啊？坐那儿，耳朵不好使，以后就不要一个人出门，坐那儿就好。哦，好。护士，儿子肚子疼，您到那儿量一下血压就好。谢谢啊。你们这也太慢了吧，能不能快点？我都等半天了。阿姨，您先别着急。叫谁阿姨呢？叫谁阿姨呢？您看一下，这您谁是大姐？麻烦您，今天排队的人多，多等一会儿。我能等，我的病能等吗？要么就先给我开，要么谁都别开。怎么回事？白医生，这位大姐说她头疼的厉害，非要插队。那你是医生啊？快给我看，我头疼。小伙子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还有点心慌。你跟我走，给你检查一下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我排在他前面的。我看您精神饱满，声如洪钟，放心吧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大妈，请您去排队。谁大妈？谁大妈？你香港人给人看病啊？怎么这样啊？我怎么样了？反正不给我看，谁都别想看。林芝，把他现在这个样子全录下来，一会儿就报警。录下来我就怕你啊！你们医生不给看，你还有理了？是，一直录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个手机38一台，你抢之前想清楚了。对，挺精神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头疼，哎呦，头疼，头疼死了，哎呀！把膝盖屈起来。现在我要按压你的腹部，如果感觉疼痛，你就告诉我。叫疼是吗？对。来，侧过身，慢点。这真是个好的开始。希望不要是昙花一现就好了。最近有没有磕着碰着？昨天被一辆自行车给撞了，他那个车把。刚好撞到我肚子这儿。啊！我知道了，在这儿躺一会儿啊。喂，陈芝，来一趟，带患者做一个 CT。嗯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主动接诊。可能是皮破裂。这么严重啊！
白老师，结果出来了，的确是皮破裂，血红蛋白只剩6克，申请输血，马上送到 ESCU 联系肝胆外科，让他们会诊。好。要我说呀，你真是运气好，要不是碰到白医生，你现在就凶多吉少了。谢谢你啊，白医生。你好好休息，已经通知你的家人，他们一会儿就走。白老师啊，您是怎么在一群人当中发现了那个患者啊？想知道？啊，可我没有兴趣教你啊。啊，回去把所有的教科书从头到尾看一遍，到时候你再来问我怎么在一群患者当中找到一个重病患者。好的好的，我回去就把教科书找出来。